是有跑出来就对了。要问那个是跑出来怎样？不太了解。是。那你们在哪里发现他的啊？我们在这边看人道啊，邻居啊。哦。我们是这边邻居啊。哦，那都在这一道。对啊，就是在这边看那个他们在用啊。哦。我躺在那。结果这次一直发抖，人家好活泼。我都在隔壁。到达现场的时候，二楼开始冒出大量的浓烟，那我们请求加派第二梯次，那请同仁将铁门一破坏器材把铁门打开后，那发现火点，立即用水线将火势扑灭，那由二楼往上二楼至三楼去搜索有没有人员受困，那财损估计一楼死15只，二楼10只的辣冰口跟贵冰口，初步估计财损